爸，你咋的了？完了，你妈今天肯定要收拾我了。你干啥了？我中午喝酒喝多了，迷糊的把账给结了。一顿饭能花多少？我给你5.2万。嗯？你干啥了？参加婚礼去了，参加婚礼去了，参加婚礼去了。爸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